你有吗？愈来愈清气嘛，爱愈舒服嘛。所以讲，看好开啦，想好开啦，看好头啦，人生无啥人会用嘴讲的，啊，就心都无清气呀。都唔平常时，都拢唔知影咱忏悔啊，咱讲的拢假啦。所以忏悔就是要让咱内心愈清气愈朴素。迄个叫做何德，叫做何格之德。你德对德当中德就是清净的物件，所以咱的内心愈清净，咱的德的能量就愈济。德它是有能量的哦，所以内心愈清净，德的能量会愈济。所以孔夫子他讲：“功夫用尽所无见消离，欲速尽不达，大事难成啊！”哦，大事难成。所以你来底下来讲，我无欲这物件当中，咱愈心愈清气，愈今日愈有智慧，看愈清楚，判断的，咱今日袂不会眼睛不会被遮住了，眼睛不会被遮住，咱心也不会动的，被蒙蔽。因为啥？因为我有两种心，我是宽容。啊，那你宽容了，咱看到的看到啥？看到重点。我们看到的是看到关键点，关键都是一个点哦，它不是一个面哦，关键是一个点哦，那个点当然眼睛看啊，啊，如果你的心用量愈多，会愈认真的，不可能，所以用量愈少，就是要让人聚焦，要聚焦就是要向到那个目标，因为那是足有的物件，要让人聚焦。聚焦入面了后，当中他大家人才奋力一搏。聚焦那个焦点了，我就是要集合全部的精力往那个焦点下去突破，你智慧就出来了。所以有量愈少的人，一目一为呢？有量愈少的人，心愈清气的人，伊看的代志当中，一关都是愈关的。所以，咱修道唯一目的，就是要咱用两分钟宽容，互咱有智慧面对一切。啊，你来这用两分钟了，你的自尊，那个都不算什么啦。你的得失心不算什么啦，你的好胜心不算什么啦，你的虚荣心不算什么啦。迄个物件对我来讲，迄物件对咱来讲。迄拢毋是咱人的价值，咱要求这自尊，咱的自我意识，咱甲咱食老，会愈来愈老的，记忆会愈来愈歹的，会嘛哦？啊，记忆愈来愈歹，你过去的迄种的自尊，迄种的头壳，迄种的观念会愈来愈歹的，咱嘛是感官看不起，对不对？你做爱自尊，人感官看不起呀，会安尼嘞？感官，所以。嘿，物件拢外在过来，这物件拢唔是咱的重点啦。咱的重点，这物件拢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大家感情会圆满，啊，认真修道安尼就好。我的师傅，你甲我讲，讲我以后生活有标准，啊，以后知影方向，啊，人好好安做，啊，会当好好改变家己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，敢是安尼？对啊，所以咱个咱思考爱有方向，生活爱有方向，啊，唔过先爱对自己的心干净、清气开始，先爱清气家己的心啊，吼、哦，来呢，人因淡泊而真实因。淡然而相处啦、啊，哦，咱淡薄了，咱的心摕出来拢真的啦，哦，啊，咱人内心这物件拢放不下了，咱才会操蛋，哈、啊，看代志才会操蛋啦，哦，看见咱的心不满，咱会惊，看见咱的作者拢咱会惊，会不会操蛋？你的心都清，唔错。
清净的步骤就是有一四项，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好啊，我多想讲，要清净第一项先要习其心，哦，习其心就是要应书其变，就是要叫咱清空啊。就刚才讲，咱今日去来到这，咱就是爱习心受教，安尼讲对。要做物件，一定爱从咱的心，自我意识的心，先放落来，哦，先放下。啊，咧放下了后来啊，咱知影人放下，暂时先自我意识先放下，目的为着会应事其变，因为事咧变化有紧无？事咧变化有紧，所以事咧变化足紧，咱的心咧变化嘛足紧。哦，咱的心在变化嘛，逐渐。所以头前伊同你讲，你的心情放落来了后，啊，就是要应付着事的变化。因为你的心无心放下了后，你的心会去用事甲你牵咧行。啊，心若去用事甲你牵咧行的话，叫做没完没了。好，安尼。所以拄着任何的冲击，任何的事，欢喜事。无好的事，种种的事拢无要紧，自我意识先放落来。我的想法先放落来，我的自尊先放落来，我的看法先放落来，我的期望值先放落来，我的规划会先放落来。这是真实啦，安尼啦，因为事这个变到互你抓唔到，所以你心若无放落来，无法度抓。输的观点，会失控哦吼。啊，来呢，习其心得来，你的心乃静，静其心而自心之动。所以，拄着输的心会叮当的，安心的叮当当中重点，心大家拢有心，心拢会有冲击，无对。唔过，你爱静其心，静就是在停落来，叫做停止叫静止。心情停落落来当中，三万只，三万只叮当，三万只叮当的，人讲善思而后行，因为你静落来，伊要靠我讲静思、沉思、缓思、慎思，对，爱沉思落来停落来咯，爱静心无，静心落来思考，爱缓想。欢心，咱自己都来思考，爱无？拢爱呢。不过迄拢是爱去静的，你若静无的话，你无法当去思考。啊，无法当有这思考，你敢无法当控制你的心？咱的心控制袂了，嘴就控制袂了啦，行为就控制袂了啦。因为行为和嘴是心在控制啦，所以叫咱爱静心啦，先停落来啦。哦，啊，后壁空心，空心就断欲之门，之门，哦，对，你的心一定爱哈，爱贪，爱贪就是爱贪欲，哦，所以咱即摆听你讲，咱你讲，咱的心一定爱虚心受教，啊，静落来，静落来，好好啊体会，好好啊思考，好好啊检讨咱家己，啊，检讨着以后，啊，佫无够。等你到厝里，爱认真忏悔，会当改变或者咱好好改变，对不？哦，要一时间改变到头有困难，慢慢啊改变，将咱内底无好个当搬空，搬空个话，咱无好个个物件愈来愈少，啊，哪里叫做断欲之门？咱个欲念，迄、那个欲念，互愈来愈少。外口虽然有阴暗。有无好的话，爱无好的种种的观念，啊，无好的态度，无好的行为，因为咱已经欲念足少啦，所以我不介意，我不介意，拢袂去影响到你家己啦。迄、那个欲就是来提着讲欲，来讲欲，所以是清理，安尼嘛。所以讲，咱来参清理了后，当中叫做积极心到后壁。进入比较上大块的境界，叫齐齐心。齐齐心的意思就是咧讲来讲讲，你的心，唔是拢无物件，有一项物件，就是咧讲你所有无重要的物件，拢放无卡，清乎你。
唔过爱称呼你的目的，就是要叫你聚焦，聚焦在一个你一生当中、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全力以赴，致力一搏，全力以赴，安尼哦。唔是讲叫你怎放空的，讲啊，拢唔免啊，拢唔免啊，啊，我都过好家己的好日子。哦，我即摆我清净的，我心我清的，好、哦，我健康的完啦。安尼唔对呀，安尼要找真理啊。啊，人生无方向，安尼太对。哦，对哇。所以人生就是咧，我讲，等今日一切都放下目标了啊，那安尼就是要致力一搏啊，就是要将迄目标定位出来，啥物物件它是真正会当我家庭幸福。会当予我圆满一生，会当予我价值，利益内底，会当予我伫一生当中真正有价值的物件，到底啥物物件聊出来，我就是从那个无尽努力，其他都不重要。这是积极性，安尼啊，爱就是要顺境之境，顺着这个境，你的境因何安怎变化，你的心都不会变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哈、哦。所以第一，你来讲自性清净，啊，这就是要清净，诶，一种的无助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佫落来呢，后边他去甲人讲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迄、那个不生灭，咱的自性灵性，伊本来就不生灭的物件。所以咱的物流的变化。哦，啊，咱的世间，咱的世间咧发生什么大灾难？哦，咱的世间咧大瘟疫、大灾难、大变局、大瘟疫，人日头嘛照当变出去西边落，伊个后边拢无变，哦，安尼嘛吼，所以迄个无变就是顺境之迁呐、啊。任何环境安怎变，安怎变，安怎变，可是有一股无形的一种有顺序而且很自然的循环，在宇宙之间开始在转。咱虽然经过了辛酸苦辣的一生，哦，咱的心嘛变了呀，咱的脑底嘛变了，啊，咱的态度嘛变了，一切都变，含这个身躯嘛变。较早我人拢叫我小朋友，即摆人拢叫我祖爷爷，我变了。哦，把拢变，对头变到尾，无钱也无变，但头毛嘛变，本来有毛变无毛，本来乌变白，嗯，大行拢变，唔过唯有一项物件无变，咱的自性、咱的灵性无变，伊个同款，遐尼顺序咧，甲咱主宰，迄个叫做性的力量，自成的力量，迄个叫做自成不息，迄个自成不息。啊，迄个物件嘛是上天给我们的天性，那里面的一股尘，所以咱的性是天赋咱的哦，性是天赋咱的哦，所以咱的内心啊清气了后，咱自然流露出来的态度，迄个叫做性。啊，迄个性内底有两面，因为你的内心清气了后。咱的真爱就出来，两滴就显现，性的物件就流露出来。爱的性东西自动自活，因为道就是自然的，啊，所以天性嘛自然，啊，咱的性，啊，性就是要扭转，扭转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安尼哦，所以咱。性就是人和人交流的扭转关系，一切最重要的关键点核心力量。所以道不先，自性不生呢，啊，心的自成不息。所以天地正气生万物，人之正成，成自成，成万事。天地的一股的能量，在咱的身躯有无？有。天地是靠道的扭转，对吧？啊，咱人有没有一股能量？有吗？咱人的能量是靠咱人的灵性的扭转。
所以人的生命力是来自于道，来自于良心，来自于咱人的灵魂。安尼啦，所以内底当中伊也产生出来，就是伊有迄个的能量，有没有能量？有，唔过你咱的心有力。就刚刚讲的，咱的电力公司的发电，有没有扭转的功能？有吗？咱电力公司的发电有扭转的功能，伊会当个机械振动起来，对吧？更何况大机械，电力大电力慢起来，赶快慢起来，有影无？就是大电。啊，咱个人这叫做小电啊，小电啊，咱厝里叫做小电啊，对吧？这电筒当时嘛，赶快有扭转的功能，机械有机械发电的扭转功能。啊，电筒干嘛靠电？哎嘛吼，对啊。所以屋顶之间的道有扭转功能的，干那讲电力公司的发电。不过咱厝里的小电的，干那讲咱辛苦的道。不过今仔日大电和小电干嘛接轨？干嘛串联？啊，接我起来无？嗯。外口有大电，啊内底无电，用点啊没有串。没有结果。啊，那那些话那无讲出来，以后外口的关，要你有关的无，一点啊关联啊。外口有大电，唔过今仔日咱个人身躯的一个电串联。外口的大道，交咱自己的自身的道，阿咪串联啊？啥物人甲咱串联？点番薯？哈、啊，阿你串联。因为这个大道和咱个人宇宙之间的道和咱个人的道，甲咱接轨了，共款都有扭转的功能。啊，迄个扭转的功能叫做行。你的行路高，你的道的能量就越大。道的能量能够跟宇宙的能量、道的能量，它是接轨的，所以叫做天地人三才子。人靠我讲有还就生，安尼有结就归，他会当安尼呢？因为人是多么卑微，我都跟天地徛同位。重点咱，重点咱有道，而且去点翻世界，有天命甲咱衔接了后，咱去发挥着咱的智性来扭转，来甲咱转过来。啊，迄叫做扭转乾坤。所以咱今日若上天的道，相信老师的道，老师的道当中，伊用天命已经将天地道甲咱灌入去到你的生死内底啦。老师用天命将道灌入去到你的因果内底，老师用天命将道灌入去到你的婚姻姻缘内底。老师讲道灌入去到你以后要生出来的子女内底，老师的天命是贯通于一切的，将咱一生当中的因果因缘，咱的子女的缘，全部拢连接在一起的。你要看道有偌宝贵，老师的天命有偌宝贵。靠啥？重点在靠啥？行你的行，家己提出来。对老师的心，对道场的心，爱提出来；对道学的心，爱认真落来学。迄、那个心的动力一定爱提。啊，那安尼话，我们就拥有天地之间扭转一切的能量。咱有啥物人要听无？所以民主为虾米讲？讲天下立万几一德，原因就是咧讲遮。原因在讲这个核心重点。哦。所以我们大家共同面对，大家共同努力。所以明主他讲：行者天之道，书行者人之道，自行而不动者，谓之有也；不行谓有动者也。伊还讲行，明主还讲行，就是天之道啊。你内在的行的动能，就是天地的动能啊。这民主讲的真是好法讲的，只要你的心提出来，
啊，心的现出来就内心清气嘛，内心愈清气愈单纯，你的心提出来愈济嘛。所以修行加灵知道，经过思考所产生的心还是灵知道嘛。啊，若真正会当达到自性的时阵，你而不动者，未知意呀。你自性流露出来，啊，有迄个物件去互你改变一下，世间无这个代志。林主跟你讲的，世间所有代志，只要你提出自性，所有物件都改变。这是孟子讲的，这个不是墨学讲的。安尼咱对咱都有信心无？看那个认真心无？安尼呢？心里提出来，安尼嘛吼，所有人共同加油。啊，若不行呢？比如动呀，啊，若讲咱要改变吼，奇怪，我听到你就听了久啊。啊，你干嘛做遐久啊？啊，这事情嘛吃遐久啊？啊，你做着嘛遐久啊？啊，他拢无啥。改变，啊！这吼，这免问啊，这跪落来噶，问咱老师就知啊。重点，自性提好出来。我安尼嘛吼，自性的物件提好出来，修无到单数，咱家改变，家人家己拢无感觉改变。那自性提好出来了，你感觉怎么？含第一马上感觉咱就改变了啥？困你隔壁，个咱的走路，咱的心步，真正，我爸爸妈妈改变够侪，哎，真正呢吼，想改变的人，愈感受人改变，啊，当伊无改变，哪有改变？咱人感到伊家己拢无眼光啊，安尼样，想不到啊，吼。何其自性，本自无疆。不要，咱的自性本来就有必要去思考物件，本来就有工作的，对不？咱人会行，因为有脚嘛，吼、哦，对不？因为有脚，啊，你今仔日就是有脚，所以今仔日教你行，唔倒行。你本来就有行路的功能啊，所以你今仔活到，你敢要讲啊，卖个教？为什么伊都袂晓行？敢有可能？无可能，因为啥？因为咱知影讲，伊本来就行路的功能，行路的特质，伊本来就会晓行，只是即马还袂晓行，啊，我慢慢啊按你行，咁是安尼。第二，你本来就具备了这个条件的嘛，所以得本自性，性本自性，啊，本性本来就自由的啊。这你本来就有变有少的啊，所以你咱他讲一句话叫做地久常乐。你也是了解你有少什么物件诶？你若无了解你家己有变了什么物件，你是欢喜是咧欢喜啥？哦，迄、那个久就是长久诶。你已经了解着了后，认真搁有几下长念。有你家认真来行，认真来做，你的内心足欢喜。安尼内心具备了一四项物件，本心就是咧讲，清净之心、修护之心、施用之心、施为之心，这是明主甲咱讲的认知四端。啊，咱人若无一四项心，明主甲咱讲非人呀，你就是人啊。安尼明主讲会有答无？哦，安尼嘛吼，所以咱有七分之心，它予咱产生着阻碍，对吧？咱有就是有羞耻之心，咱它予咱产生阻强，因为有见小的心，咱就有心力去改变咱家己，咱就会阻强嘛吼。啊，有虚妄之心，咱它会阻力，咱就会当阻力嘛。就是咱有是非之心，咱它有阻力。啊、所以自爱、自强、自立、自低，这物件本来咱就有诶物件呢。因为咱就是具备了这四种心，所以咱才有这物件。啊，所以咱有拄仔咧讲讲，迄想诶物件，要对对咱去认真去想，对，就是四好心，认真用咱天性诶心来推动这四好心，推动我们
恻隐之心。所以看到咱有足济无人做吼，咱自卑者吼来斗嘴。哦，安尼吼叫恻隐之心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有足济拢爱好奇，好奇就是恻隐之心嘛，啊来羞耻之心，这拢爱用善的物件来推动的啊。慈让之心嘛爱用善的物件来推动的，是非之心嘛爱用善的物件来推动的，所以。在推动的力量往这四种心去推动，啊，那你到后边，我们自然阻碍、阻强、阻力、阻力，自然产生，我们就自然产生啊。那些都不用选择，因为这不然这这样物件，本来人都有诶。所以民主党人讲，人有数端，有机与有数体。咱人有这个数端，就刚刚讲人有数机的观念，有数端有智慧，不能讲出结论。尽量，讲我有这个司机，唔过讲我无法度人好，我的手无法度人做，脚无法度人行。啊，你有双手双脚，你讲无法当做，无法当行，大家会讲会讲，哎呦，电力不足哦。哦，大家讲话讲啊，我无法度叫做自觉主见，自觉意思就是自己残害自己主作业。因为差就是作业嘛，对吧？所以讲，伊讲就讲，当咱今仔日有这四项物件，咱唔知影家己具备，咱阁唔知影想要去做，会感觉讲，迄个无度，迄个无度，那安尼是自己咧残害自己，和自己无德行、无功德。安尼到尾啊，有损失无？反扑回来损失咧，作者哦。所以民主党来讲，叫人来重视，这物件来重视。所以民主党来讲，重视为主诶，重视为己利嘛。啊，重视叫做重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恁今日一直对重点呢，你对哪方面呢？你分哪方面的嘛？啊，要重点，啊来对，来对嘛，安尼咁对。嗯。啊，重点对唔太重视。看你的电源，你对，来遮充电，啊来遮听道理，重新，啊重新了后来改变咱自己，啊，互咱去用心产生新的力量，一直电力开以后来转动，让我们的家、我们的环境更多的真爱，哦，更多的真爱，这是咱要做到的。啊来呢？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，就是咧讲，有一项物件，这是咱的自信内底，伊的总能量，伊的大能量，伊的涵养，叫道的涵养，道的涵养，它是不能动的。所以道会使振动，啊，自信嘛不摇，啊，你的心嘛袂使移，这个定止，你的心还会移家，不能动哦。不能动，什么东西不能动？人，这是己为己引，哦，安尼嘛。所以净土大公讲，事不可以不弘的，因为己引，引中于道外。我刚才跟人讲安尼，引为己引，引为己引，不引中末，数以何以不以外？什么大大小该当啊？六道众生爱，爱，因为有爱，所以我们的责任特别重，所以叫做爱之深。阿来嘞，责之切。责任就是咧讲啥？你的责任，阿姐嘞，啊，你的责任是来自于爱嘞，啊，你的爱被别人传，你的爱，你真的要尽。这个责任把爱展现出来，要怎么做？天地火雷为基引，当时控不住，你甲咱拦不住个，拦不住咧嘛？控不住讲啥物叫做引？控不住他讲天地火雷为基引，将咱今仔日所有嘅欲望、目睭、耳孔、
鼻仔嘴，咱的身躯意念的欲望，咱惯性的欲望，拢爱下底，拢爱下底的规范。下底的规范，你若查要约束你家己，其实你是约束的，约束你家己。无形当中咧约束你的个性，嘛咧约束着你的自我意识。当咱的个性和自我意识会当约束了后，那安尼叫做咧修，修理家己叫做啥？自我固执叫做修理家己。你对外口我讲尽责，尽责就是认真，尽责任，尽什么责任？人为己任。安尼哦，你不修理家己当中，你是没有办法做人的哦，人的这个目标你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哦。所以叫做仁德，仁是所有德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成分。哦、所以咱无论安怎，都要记住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都要感恩，随时都要感恩老师对我们的爱。咱会当讲的讲，有众贤兼会家，甚至包括佛法里来的，我们可以讲说，如果没有老师将道传给我们，无老师也爱。说真的，到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是，真的呢，我们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，我们就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狼狈多方贵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永远感恩我们老师对我们的爱，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永远感恩我们的前人，我们无前人，我们的传师，这样默默的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这样牺牲来陪伴我们。他们都是当接受的老师给他们赋予的责任，因借刁环师们建议们拢是搭着老师的经验要来爱。所以我们永远都要感恩，不能意气用事啊，不能情绪做事，永远都要感恩，不管世界任何边感恩。父母亲也是一样啊，做子女的不管父母亲怎么样，这个爱绝对不能变，因为父母亲对我们的爱连他临终他都没变，所以我们在生之年对父母亲的爱也不能因为情绪的问题、利益的问题来变质。那是以人为己任呢，安尼为我们才有生机，因为人就是生机、哦、所以人它是一个种子、哦、所以叫仁慈，人产生慈，它是一个种子，它一起诸行，一起灵性的具备的东西。啊，灵性不必要这一点，很多人有心，跟着情，跟着情缘。啊、哦，所以今天也叫人来到家当中，就是要给咱，要给咱培养咱的情缘，啊，让咱的心愈来愈得心有得量，用老师的言，用德的因缘，将咱的心。来苦调的，啊！来苦调的以后，互咱会有爱无？会，我们会是爱，就是牺牲付出。哦，真正的爱是牺牲付出。当你老师的情言有滴的了，咱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牺牲付出，无怨无悔，是这样哦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不能动，千万不能。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理念，而且这也是得到的核心价值、哦、最后一点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、哦、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清气，越来越清气，越单纯越乖用，相对量力的越多，生的东西就产生，咱的心里的东西里面有咱的良知，
啊来用心，伫底呢？伫咱的亲恩之心、修护之心，啊个施用之心、施惠之心，对人心充电、充心、对用心。啊，拄到任何的变化当中，环境的变化呢，人事的变化，我们的对。咱迄个爱不能变掉，对人的爱的内底，我们都不能变掉，都不能变质，因为那是我们道德一个基本的、最重要的涵养。那是天之尊重，爱人是天之尊爵。所以，当咱具备了这几项了后，咱后边衍生出人生观。提到任何的环境对我们来讲无碍，而无碍的过程里面，所有的人是以我们为核心来面对难关。咱一个家庭，家庭的难关吗？有吗？所以我们要不要当成是我们家庭的主力核心？要不要？不过你要有力量，你若有力量，你核心有问题，你无改变你家己，你核心有问题。所以以后咧挽救这个家庭咧，这个咱你的力量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你内心愈清气，你的心愈高，愈会当改变家己。啊，产生着内心的真爱特别多，啊，的理念特别多，你的精神，咱的精神都是到位的，任何因缘的变化。我们伸出手来，有没有力量？力量不出来，那种力量它能够化轮长转。今天的灯，那个叫今天扭转乾坤。我们家庭因为有我们内心有爱有道，而我们家庭里面多了很多很多的一种平顺，一种祥和。这刚是咱来到世间上界重要一个目的，对吗？我咱来世间要创啥？咱来世间就是要照用着咱的修德，将咱的内心化为化海，让咱有力量、有度量，来面对着天塌塌墙。只要咱有信心，对老师的天命有信心，对老师的德有信心。家己有信心，提出真诚来面对咱家己，改变咱家己，啊，好好啊，都来做。啊，若安尼的话，无问题。所以，今日经文，万法之王，万物之要，万象之基，拢是啥？拢是自性啦。迄个才是真正咱的核心点啦。所以，迄个自性，咱的心啊，提出来，咱今仔日，咱自然。一切万法都会当圆满，所以叫做修心以德，修德以仁。德能生万物，自性生万法，本心是万能啦吼。所以明主他阿难讲，讲万物皆离我，欢心以性，乐莫大焉。这个乐就是圆满啦，自在啦。来到这世间，啊，不要讲，我有修德，我有认真办德，我来到这世间，人讲叫做真正含巧归途，一种无碍呢，多潇洒。真正那个叫潇洒，因为有德，因为咱内心无心，因为咱无心的改变，哦。啊，那呢？道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没不美满，没办法。所以在谋生路中不忘记良知，在谋爱路中不忘记理性啊！啊，你的谋生的过程，谋生存的过程啊，对啊，哦，看钱爱看不？爱眼睛看，能够爱自己，爱我兄弟啊！良知，王阳明刚才讲的良知。就是咱内心一支笑，啊，内心一支笑，起一支笑，啊，
来牛咱自己，用良知来牛咱自己，在求生存的过程来对我们的理念和态度。阿弥陀佛，啊，在磨爱路中不放弃理性，我们在爱为爱在牺牲付出的过程来对，你的目的是为着啥？你的目的是为着啥？我们在付出有爱的过程来对，我们的目的爱给你对，给你，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能够修身以道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能够立身行道，让道能够圆满他的一切，而让这个道也能够圆满我的孙子，让道传承世代。安尼，好不？嗯，对嘛吼，所以我们好好修道，办法好，我们共同努力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精彩美好。哦，祝大家里面哎都有做节目，我们爱收斋啊，咱先不注意下说，咱不建议咱念完书，咱多一些现代的的家伙啊，祈祷和包含。最后，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在讲诸慈悲前道功，佛道功，我们各位站，感谢各位，感恩感恩。咱即马教来就是讲，咱休息15分钟，即马。